爱佛言世尊为愿世尊不以为虑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以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所是于是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知道理闻于如来赞叹地藏菩萨为身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来自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菩萨名字或站立形象得其中佛力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中中等别而说之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我当为若分别说之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华印是以佛珍宝布施供养赞叹赞礼得二十八种利益以这天龙护念而这三国日增三则其身上一世者不提不退我这一世奉作六者记忆不灵其者离水火灾八者无道贼恶九者人间清净十者神鬼诸事十一者女转男生十二者为王臣女十三者断真相好十四者堕神天上十五者火为帝王十六者素知命通十七者有求皆从十八者劝说欢乐十九者诸恨消灭二十者业道永除二十一者去除尽空二十二者夜梦安乐二十三者前往离苦二十四者速不受身二十五者诸神赞叹二十六者聪明力根二十七者饶此迷信二十八者毕竟成佛不自虚空藏如下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命立地藏心或闻地藏本愿是恒赞叹赞礼得其中利益以这速超生地二者恩业消灭三者诸佛护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长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毕竟成佛二十四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其他菩萨天龙八部文释迦牟尼佛曾仰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堂为曾有世事道理天月无量相化天地诸因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具佛真理合掌而退地藏菩萨本愿尽卷下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地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尼波尼波尼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尼波尼波尼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地比尼尼地摩和切地真地切地萨婆和南摩和那般若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呼诃娑他罗诃摩诃萨婆诃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呼诃娑他罗诃摩诃萨婆南摩诃那达那多那耶耶揭那揭那俱出俱出摩那摩那呼那呼诃娑他罗诃摩诃那
一张本事在一片碧蓝天空下，舒爽的春风掠过绿油油的大地，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穿越过层层林木后，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养育着许多的无命，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放眼望去，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更激发其活动力。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此区除了有成犬外，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不亦乐乎。
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天地有爱，人间有情。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子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动物们的桃花源。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佛教讲的是大悲心，就是无有分别。耶稣基督，他主动的要来承受所有人类身上的罪业，而背着十字架。那这个精神太伟大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佛教的空性，但是这个精神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甚至各地方看到很多伟大的传教士，那为了传播这个爱，上帝的爱，世间的爱，那上帝的爱讲的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那这四无量心也是我们佛教修空性的前行。如果你没有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你就不会发起愿为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以这个悲心做根本。那当然佛教讲的是大悲心，那这个大悲心讲的就是无有分别。明天是六斋日，为四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劝请大众持守八关斋戒。阿弥陀佛。